Hello 啊，各位好啊，阿不住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来炒个冷饭啊。解放军海军的乌仔小艇自热食品晚餐，这个呢，我之前做过，我记得那是之前我是做的第二个视频啊，我拍的视频第二个就是这个乌仔小艇自热食品晚餐。我今天为什么炒冷饭呢？因为这个我看现在网上有介绍说，新的一份乌仔小艇自热和那个老版本的，我当时买的应该是15年16年版本的乌仔小艇自热啊，它里边工艺有所改进，味道有所不同啊。不过我看它这个外包装还是和原来一样，内容也没差啊。啊，香菇肉丝面、四鲜香干、西红柿蛋花汤、餐巾纸、餐具、注水袋啊，和那个一样啊。咱们还看吧，外包装一样啊，和常见的这种海军单兵自热是一个差不多的大小啊，比这个稍微大一点吧啊。然后是里边包装打开可以看到。还是一样的纸盒子，哎呀，哎，还是一样的纸壳，然后里边是一个餐盘啊，一袋蛋花汤，餐具，注水袋，一个塑料袋和一个永远是碎的餐盘啊。好了，咱们把它这个自热袋打开啊，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边有上两个小袋啊。哟，我记得以前它这个包装里边，它这个自热袋这个食品袋外边还套上一个小袋的，现在也不套了啊，这是改进工艺了还是退化工艺了？好了，我现在来往里加水。摇晃一下，摇晃摇晃，然后哗哗哗，好烫，速度非常快啊，可以看，哇哇哇，马上就起反应，这个速度，自热袋速度真快，还是咱解放军的这个自热袋火力大啊，火力好猛，让它慢慢加热，我来冲一下大花汤。哦，可以看现在这个自热袋这个声音呼噜呼噜的，火力好猛的，我来把这个大花汤冲一下。打开之后，哎，是一个汤料块啊，和一般的这个超市卖的汤料块差不多。嗯，哇，闻起来鲜，咸鲜啊，咸鲜的味道闻起来，应该就是一般的这个西红柿蛋花味精汤啊。好，加了水之后，哎，还是很快就泡发了。嗯，味道上喝起来是蛮鲜的，有很浓的西红柿味儿。嗯，西红柿、鸡蛋、香菜，不过要不要再加一点水，这个汤有点咸。嗯，现在我们来等等，慢慢它加热好。好了，现在这个自热袋停止工作了啊，但是现在非常非常烫啊，简直就是烫手。我来把它打开，嘿，这儿有一个撕口，把它撕开。海军这个自热袋唯一不好是它没有那个陆军那个隔热套啊，所以说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哎，这个是香菇肉丝面，然后，不，这个是四鲜香干。好，咱们把它们先放到这儿。哎，嚯，现在还听那个自热袋还有这个呲呲的声音。我来把那个香菇肉丝面啊先倒出来，我先把这两个处理一下，因为上面反映的全都是那个白沫。好，我把这两个冲洗了一下啊，咱们先看看香菇肉丝面啊，净含量300克，小麦粉、猪肉、植物油、香菇、洋葱、辣椒、食用盐、白砂糖、鸡精、老抽啊，把它倒出来。嗯，哦，看起来确实是改进过工艺，
它这个面条显得没有那么坨了，不像是原来那种面条倒出来之后，哎，会显得比较坨。看这个自由袋还在冒烟，哇！咱们解放军这个自由袋实在是太给力了。然后四鲜香干，四鲜香干，这是香干、冬笋、香菇、黄花菜调味品，把它倒出来。这一餐分量十足啊！你看，啊，主食300克，配菜200克，这是一斤了。我就不用他这个餐具了，我直接用我这个。首先呢，咱们看一看啊。这个是四鲜香干，还有香菇肉丝面，然后哎，再加上这个大块汤，这就是这一餐海军的这个乌仔家庭自热食品的晚餐了。咱们首先呢，还是先喝一口大块汤吧，看看这个大块汤泡了一泡之后，嗯，它这个脱水的鸡蛋完全发起来了。其实这东西喝起来和那个新鲜的大块汤非常像，特别是它那个脱水那些那个食品，特别西红柿、鸡蛋什么发起来之后，哎，咱们来尝它一口这个面条，嗯，面条非常好吃啊，它确实改进过工艺，这个面条吃起来非常筋道，而且哎，你看抖一抖全都散开了。不像是原来吃那个香菇肉丝面比较坨，看看，有里边有香菇有肉丝啊，而且面条的话很筋道，张嘴尝一尝啊，嗯，吃起来有嚼劲儿，这东西不像炒面，更像于什么那种干拌面，嗯。稍微一拌全都散开了，味道是相当不错。而且吃起来非常香。哎，再来个这个它这个香干。四鲜香干。嗯。略微带点甜口。相比于那个罐头装的那种四鲜香干来说，它的味道，更甜一点，嗯，非常脆的冬笋，冬笋是非常脆的。然后尝它一口这个木耳，哎，单独吃它一口木耳，嗯，木耳黄花菜，味道也非常好吃。这东西吃起来啊，相比于咱们解放军那种罐装的四鲜香干，它吃起来更加新鲜。嗯，舒服，太棒了。吃这个的话，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于那个你在大学食堂去打了一份饭这么吃，你们看一看。如果单独这么看，你说我是在大学食堂打的饭，也有人信是吧？这东西的话，吃起来就是确实这个工艺改善之后，吃起来感觉是非常新鲜的，并没有吃那种自热食品的那种怎么说呢？吃起来那么油大、那么坨的感觉。更加给你一种清爽的感觉，嗯，好了，看起来咱们解放军的这个军粮的这个工艺确实是进化了啊，有了改进，吃起来更加的顺口，而且哎，这个蛋花汤也是一样，这么一看像不像一碗普通蛋花汤？里边还有香菜，哎，如果是咱们解放军以后的那个军粮都是吃起来就像
这种口感，哎，这么新鲜的口感，一定会更受欢迎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我就先吃到这儿啊。这个各位，这个海军单兵自海军那、不海军了，这个海军的乌仔小艇自热食品，那、这个晚餐，这个面我是非常喜欢，特别是它这个面条的口感，更加这个新鲜的口感啊，并不像是那种啊那种0913的面条一样吃起来那么坨，确实是非常好吃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吃到这里，各位拜拜，再见。